是不是没有热水呀、啊？我、哦、靠！你怎么进来了？出去！啊！嗯，你可以啊，你给修好了。因为就是我弄坏的呀。你给我滚！万里局说我有点驼背，让我每天靠墙站十分钟。在干嘛呢？大哥，我看电视呢，又远点行不行？在干嘛呢？大哥，我错了，好不好？我承认是我把你带上这条不归路的，我给您赔罪啊。行。你干嘛？